两件事。一，放火烧房子的人我知道是谁了，但是我不想追究，告诉警察不用查了。二，那个白薇不是家庭教师那么简单，得查一查。明白了。但他是个善良的孩子，手里有枪，却不会杀人，只会救人。他从上海来，我看他的样子倒是有点像。